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史，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在日后有可能成为人们口中一代实战神鞋的 Jordan 35代。这次要介绍的是低筒版本，糖漆漆配色。我们就先从鞋盒来跟各位开始介绍吧。这个就是 Jordan 35代的鞋盒啦，那外形大致一样，只有配色上面呢，这次呢是糖漆漆的主题。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紫色的闪电哦，这个配色呢其实又叫做 Cosmic Deception 宇宙幻术，那可能是在形容糖漆漆虽然看起来速度不快，但是总能骗过防守者哦，就像幻术一样哦。好，那这个鞋盒呢上面可以看到有三个叉叉代表30，然后最右边的叉叉上面这个是个5哦，所以是35，然后鞋盒上面中间这边呢有个糖漆漆的 logo， 那这个呢已经是旧的 logo 了哦，那糖漆漆现在 logo 已经不是长这样子哦，是一个两个漆而已哦。好，那这个鞋盒开启的方式呢也很特别哦，给你们看一下，这边有卡榫，打开来一边，然后另外一边有点像冰箱一样哦，双开式，然后呢里面的衬纸也是有糖漆漆的 logo 哦，旧 logo。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双鞋子的本体到底长什么样子吧。噔噔，这双呢就是 Jordan 35代低筒 Luca 配色，也叫做 Cosmic Deception 宇宙幻术配色。那这个 Cosmic Deception 配色系列呢总共出了三种产品，第一个呢就是这个35代低筒，第二个呢是 Jordan MA2， 然后呢还有一双拖鞋，都是这种紫色宇宙射线闪电的配色系列哦，非常的帅。那这双鞋呢是在去年2021年5月13号发售，发售价呢是6300，哇，当时发售的时候价格不便宜哦。那我这双呢是在今年一月的时候购买，那目前呢价格已经不到4000了，所以 Jordan 鞋款呢晚一点再入手会划算很多啊。那35代因为出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现在能选的配色应该也不多了。而 Jordan 35代呢，我认为是一双非常吃配色的鞋款啊。像是 Jordan 35代第一款配色呢，那个我完全不行啊。一直到唐七七跟郭艾伦的配色出来，我才觉得还可以啦。所以外观呢就真的是见仁见智啦。那这双鞋呢，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点呢，就是它训鞋期蛮长的。你看我从一月多买到现在，而前几集我在介绍 Jordan 36代的时候也说过，这双鞋我还想拿去多打几次，但是没想到现在疫情越来越严重，能打球的机会真的不多啊。你看到现在连糖七七 Luca 一代都出来了，所以这双评测也拖得真的是有够久了。好，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介绍这双鞋的性能表现吧。首先我们先从抓地力来看，这双鞋的鞋底呢是很密集的人字纹哦，而且是夜光的哦。啊，不好意思，鞋底有点脏哦，我已经尽力去把它擦干净了。而它的夜光材质呢，从鞋底一直到它的鞋面，这些绿色的线哦，其实都是夜光材质哦。而这双鞋的抓地力呢，也是要把它磨开才会出来啊。而我第一次穿这双打球呢，差点滑死，不夸张，跟溜冰鞋差不多。那时候第一场呢，刚好是疫情解封的时候，场地可能稍微比较脏一点，但是真的滑的太扯了，你们可以看一下影片，真的很滑。后来第二次再穿呢就好很多了，慢慢的抓地力就出来，到现在真的是即咬即停啊。所以买这双鞋的朋友呢要注意鞋底磨开的这个问题哦。再来我们说说它的缓震，这双鞋在我穿过 Jordan 36代之前呢，它的避震是我穿过最好的，但原来一山还有一山高，一弹还有一弹弹啊。不过别担心，这双鞋的缓震还是有 A 级的水准。别的不说，你看看它中间那外露的超厚大气垫，以及这个非常漂亮的 Eclipse Play， 哇，这两块 Zoommate 的厚度真的夸张啊！讲到这边呢，我就来跟各位说说坊间流传的 Jordan 35代顶足弓的问题。这双鞋我只有在第一次穿的前五分钟有稍微感觉到足弓那边有个东西顶在那边，但后来穿一穿就没感觉了。其他的脚型我不敢说了，但是扁平足我建议一定要避开这双鞋哦。
好，我们回到缓震的部分。虽然前后掌都有又大又厚的 Zoom Air， 但我觉得前掌的回弹感呢，比后掌还要明显很多。毕竟打球发动呢，都是前掌比较多啊，吸震回弹都很明显。而且我从一月入手打到现在，跟新的一样，完全没有衰退感哦。还有我们这个年纪老人打球呢，最怕落地了。这双鞋落地呢，给脚的感受非常好，对膝盖的友善度非常高。这双鞋最奇妙的地方呢，就是你穿越多次，越感觉这双鞋呢越来越适合你的脚型，然后你感觉它的缓震呢越来越灵活、哦。可能是这个 Eclipse Play， 我觉得它被踩开来之后呢，它的弹性呢恰恰好，让你的脚跑动的时候会变得更灵活，这种感觉很奇妙，你穿起来会想要越跑越快。所以我觉得这双鞋的中底缓震呢几乎无缺点。好，再来我们介绍它的鞋面。这次低筒的鞋面跟高筒有一点不同，高筒呢它两边呢都是皮质，而你可以看到低筒这边呢把内侧的皮质拿掉了，只留下外侧的部分呢来增加它的强度。那这双鞋呢，我是选择原尺寸，原尺寸再穿上 Nike 的Elite袜呢，我觉得这个紧度呢打球刚刚好，包覆感也很够，而且鞋面呢强度也很高，激烈操架呢都不太会变形哦。唯一的缺点，我觉得也是这双鞋我感觉到最明显的缺点，就是它后跟呢有一点不跟脚，可能是因为是低筒的关系，所以后脚跟的锁定感呢就没有高筒来得好。加上这双鞋的鞋带呢，它有一点滑，很容易打着打着就变松了。而这个缺点的解法呢，就是你最高的那一个鞋带孔呢，你要穿两次，所以要绑紧一点，后跟才不会有一点点感觉，一点点啦，不是很大的不跟脚，就是一点点，你会感觉到好像可能就一厘米的感觉吧。但是那种感觉你在打球跑步的时候就会感觉很明显啊，你会一直去注意它，所以一直要绑紧它的鞋带呢，是我目前遇到的算是比较明显的缺点了。那还有一个小缺点呢，就是它的鞋带打着打着很容易歪啊。当然这也不是什么会让你很不舒服啦，但是就是你会感觉到它，然后你会一直想要把它弄正，这种感觉有打球的一定懂啦。那这双鞋呢，没有很明显的加宽防侧翻哦，但是我打到现在呢，都还没有遇到说会有翻船的那种感觉哦。所以它这双的防侧翻呢，我觉得做的还可以，各位可以不用太担心。好，以上呢就是我这双鞋穿下来打球的评测的心得感想啦，非常舒服，而且强度很高的实战好鞋。其他呢就是看自己的腿给不给力啦。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双 Jordan 35代低筒 Luca 的帅帅实参照吧。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记得帮我按个赞，并按下订阅分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